活的。上年嗰個熟博咧，下晝一點幾鐘都要去玩電腦，應該係屋企人咧先將嗰個 sofa 搬出嚟，跟住好簡單，嗰個貓太原先咪四盞燈著曬白燈嘅。但最尾嗰得紅燈喎，代表係出邊嗰個電嘅問題。我記得喺我出買飯嗰陣。咁啱得唔叫嗰個好似啲技術人員去整啦，結果搞掂啦。用唔到電腦嗰日咧，趁先打緊機啊，都打唔到咯。禮拜二聽日上三堂，開頭拖頭嗰堂上面都科技，跟住後屘原本咪上兩堂嘅，你又上咗三個鐘食飯時間，十一點半上完見到科技之後，三點幾再上呢個鎖堂啊，但後屘咧喺一點好似一點半塞多堂科學咯。科學堂一點半到三點，跟住數學堂三點到五點，禮拜三都係有三堂，不過開頭嗰堂就喺 SDD 十點半上啊，之後我之後到嗰堂好似係四三三一。九點到十點半，今朝起身個鼻。有幾個唔舒服嘅，個鼻咧係鼻係咁流鼻水，可以是冇特別啊。誒，最多見到一個香港 friend 啊，叫咩 Jack 117，之前叫佢揸飛機啦，揸飛機。
算 cap 曬啲關於渣拉姆射飛機嘅，但係咧好搞笑 ，Bilibili 嗰個審法咧好鬼弱智。喂，射一射飛機嘅話，違規咩網絡安全法違規啊？喂，系咁修改，系咁违规。我心谂，喂，你咩？你咩原因呢？渣拉姆射飞机，你话冇安全法？唔明啊？你又唔明咧？个审法系点样嘅？成日都话咧咩？你的咩？你的头骨被锁定，冇法通过啊，因为嘅。我睇新聞咧，林作被拉咗啦。林作都知邊個啊？喺保險界做，叫做香港抽水王。你睇個消息咧，咪之前喺嗰間保險公司做，結果俾老細炒咗啊。跟住冇幾耐就～經我啲 friend 嘅介紹咧，又開了一間叫做咩啊？林作炒幣啊！不過開咗，我記得好似九月頭開，跟住後屘開咗一個幾星期，即刻俾人拉咗。
最終揸我咩個審碼啊嘛。原本一條十五分鐘嘅片剪咗得翻五分鐘，開嚟就話十四分鐘又有問題，跟住後屘 skip 咗十四分鐘，佢又話五分鐘又有問題，搞笑。我 send 咗好似有五六次，結果五六次都話審碼有問題。約哪次咧？你講咧，我記得，因為九月十七、十八號咧停課咯，睇過 YouTube 咪周圍都冧樹，出到去買到差嘅咁，跟住學校隔離嗰單車都冧樹嘅，仲有我哋嘅 Five Feet 嘅課室咧，上面其中一塊玻璃咧冇爛到啊！成塊玻璃甩咗咯，即係唔係玻璃碎，冇玻璃碎，直接成塊甩咗。